晋升旗典礼后，市长谢国梁邀请前总统马英九到庙口名摊品尝卤肉饭小吃。总统上次来吃卤肉饭是哇，还是也是他请的，也是我请的。上次有来。哎，我们家卤肉饭啊，卤蛋啊，笋丝、笋丝啊，油豆腐啊，啊，肉羹啊。老板端出店内的招牌卤肉饭、肉羹汤和油豆腐、笋丝、卤蛋摆满桌子。前总统马英九和市长谢国梁跟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议员吃得津津有味。哦，没有话说，没有话说。这个其实我也不是第一次吃了啊，你真的做得很好，而且每一次都一样啊。没有这个，没有更好的。不，这个已经到极限了，是吧？我们今年办的这个第四季的卤肉饭大胃王大赛，这个很期待，到时候马总统再来吃两碗。好，我绝对不会参赛。谢谢。好，谢谢我们，以免影响结果。谢谢。好，谢谢我们马总统。好，谢谢。好，看这边。等一下，他先。来，我们交给那个发言人。好，一二三，市长一起来，配长一起来，议员一起来。看到前总统马英九来到基隆庙口，许多逛街民众也抢着跟马前总统拍照，现场的气氛相当热闹。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